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我们很 happy， happy party， happy party， 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智慧树乐园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我们又能看见哪些神奇的事情呢？咦，小咕咚的大城堡就要搭好了。嗯，哦，小咕咚，你的城堡搭得真漂亮。让知道点博士捡一些小花帮你装饰一下吧。嘿嘿，知道点博士，你帮我把这个搭到这个上面吧，我要高高的城堡。哦，小咕咚，不可以放在这里，不如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吧。啊，上面好多碎纸屑呀。知道点博士，你这是拥有了什么神奇的力量啊？就让我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哎，是什么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不如让我去泡泡实验室问一下红果果和绿泡泡吧，怎么样？好呀好呀，那我们走吧。出发了。小朋友快来吧，神奇的实验正在呼唤你，科学的世界有好多奥秘，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我们欢迎你，快快来这里，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小嘉宾王宏宇今年六岁，小嘉宾吴彦初今年六岁，小嘉宾毕瑞恩今年六岁，小嘉宾张诗月今年六岁。我们的泡泡实验室，本栏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哎呀，绿泡泡，我现在觉得知道点博士越来越厉害了，把碎纸屑给吸下了，他是不是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这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这么说吧，红果果，这种神秘的力量我绿泡泡身上也有。大家想不想见识见识啊？想。好，接下来呢，我拿出一根普通的这个棒子，然后呢，我们拿一块毛巾。嗯，首先我要来给它擦一擦，擦得亮一点。有点脏哈。对。小朋友很高兴啊。擦完之后呢，我把它放在易拉罐的旁边。哎，神秘力量。哇，
来一下，这次要成功的话，大家给我掌声鼓励啊！好，准备好，神秘力量，掌声在哪里？哇！好厉害啊！哎，是不是知道有可以把他的神秘力量都给了你呢？不是的，红果果，这个力量不属于任何人，这个力量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任何的地方。这样吧，接下来我再给你带来一个好玩的游戏，好不好？好啊。哎，我们看看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对不对？对，要是哎能让我们感到凉爽那该多好啊，感到一丝凉意，好不好？那就在炎热的夏季，让我们来一场暴风雪。哎，我们看到在这个瓶子里装了很多泡沫球。哎，那么接下来呢，同样我用毛巾呢在这个管子上面呢再擦一擦，擦一擦。哇，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神秘力量。哇，这太有意思了。红果果，这个神秘力量我还能传给你信吗？不可能。不可能吧，来快由你来试一试。哎，怎么样？我也有了。对，而且这个神秘力量我要把它传给小朋友，好不好？好，来，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用我刚才的方法，先用你们面前这块布来蹭一蹭，蹭得越快越好，使劲啊！我数五个数，一、二、三、四、五，下雪！哇！好！哇！小朋友再蹭一蹭，重新试一下你们。多蹭两下啊！可以了，来吧！哇，这个雪花跟着我们的这个管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成功了吗？成功了！哎，绿泡泡，现在你该揭秘了，这个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呢？这种神秘力量其实它的名字就叫静电。嘿嘿嘿，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啊，你早就知道了，红果果，不会。我善于观察嘛，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脱毛衣的时候会发出噼里啪啦的这种响声，对，还会隐约看到一些小火光。如果是屋里的灯关上的话，你穿了一件纯毛的毛衣，天气比较干燥情况下，有的时候真的能看到这种小火星啊。没错，其实呢，哎，摩擦一下，哎，是不是我头发也能吸起来？哎，我们来试一试啊，放在红果果的头发的旁边，哎，看，哇。怎么样？有时候脱毛衣，整个人就跟刺猬一样，有没有？没全飘起来了。这个神秘的力量呢，就是静电。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好的，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让我们一起说：科学泡泡，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霸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没错，刚才呢我们通过亲自动手的实验呢，发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它的名字叫做静电。没错，静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应该说经常能够见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我们看箱子里呢，给大家准备了十个气球，我们来看看哪个小朋友身上的神秘力量最大，也就是静电最厉害。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呢，这种小气球呢，我们在身上蹭一蹭，摩擦一下，就会产生静电，然后呢，吸在了自己的身上，是因为什么呢？叔叔，有什么？静电。啊，那你身上有静电吗？啊，有吗？有啊。对，所以呢，接下来每一位小朋友选择一种颜色的气球，规定时间内看谁往身上吸的多，谁就获胜了，好吗？来，小朋友请到前面来。好的，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一个比赛，看一看规定时间内谁利用静电往身上粘的气球多，谁就获胜了。来，四种颜色分别选择一下。瑶瑶，你选择粉色。粉色。叔叔，绿色。绿色。安，橙色。橙色。那月月就是红色。红色。好，准备好，计时开始喽！加油！月月成功。粘完以后往外，必须要粘在身上的才算啊。对对对，规定时间内，如果掉到地上的气球就不能算了。多摩擦几下，小朋友。好的，非常棒啊！加油！哎呀，我真哇，我觉得初初好厉害啊，很厉害。
我也吃。我只剩最后一个气球了。好，时间马上到了，还有5秒钟，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来，站到自己的位置上，都不能动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小朋友的啊，好，粉色气球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厉害！我们的初初有几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哇！安安这边2个，月月这边，哎呀，脚上有一二三四四个，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初初小朋友，举手，祝贺你，恭喜你，冠军。当然了，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都很棒啊，都成功的让气球粘在了自己的身上，来为自己鼓鼓掌，太棒了。哎，我听说知道点博士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更棒的实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一起来看。是的，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的也很棒啊，都成功的啊找到了这个神奇的力量，那就是精灵。伸出你的手，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好的，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用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四位小朋友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提供。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太棒了。泡泡正在外太空与你进行对话。什么？你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因为我是未来勇士。还在等什么呢？快跟着我一起来吧！
是大哥。嘿，我是摩尔。安全跷跷板，大哥，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是一本书中还是三本书中？当然是三本书中了。看，我说的没错吧？呼呼，我有办法让一本书和三本书一样重。开什么玩笑，不可能。要是我做到了，你的新玩具归我。咦，怎么会这样？一本书和三本书怎么会一样重？因为我改变了支点的位置。哦，有情况，有情况！大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甜甜，滑下来吧。甜甜，加油，慢慢的，耶！嘿嘿嘿嘿，甜甜们。真好玩，是不是？嗯，你看，那还有跷跷板呢。好，我们去玩跷跷板吧。好呀，走吧。玩跷跷板喽！玩跷跷板喽！小咕咚，我要倒着坐着跟你玩。啊！停停停！摩尔，你发现了什么？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我来考一考你们。玩跷跷板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反着坐，还是要和朋友面对面坐好呢？要和朋友面对面坐好。哇哦，答对了！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甜甜甜甜，我们不能倒着坐，那样太危险了，好吗？好啊，来，甜甜准备好上来吧，正着坐哟。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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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飞喽！小咕咚，我要把手放下来，像飞起来了一样。停停停！怎么了？怎么了？跷跷板多好玩呀！前的小朋友们，我们玩跷跷板的时候是要双手抓牢扶手呢，还是可以松开双手玩呢？要抓紧扶手。哦，对了，小朋友们，你们说的太棒了，千万不能松开扶手玩哦。甜甜甜甜，我们不能把手松开，那样太危险了，会掉下去的。好的，小咕咚，我知道了。好，握紧了。我们要起飞喽！哦，啊、哦，太好玩了！小咕咚，我想上厕所，等会儿再玩。停！小朋友们，问题来了！小朋友在跷跷板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就可以下来，还是要平稳之后再下来？放平稳之后再下来。哇，小朋友们，你们好棒啊！我们把跷跷板停稳了，你再下来去上厕所好吗？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跷跷板，两头翘，手握紧，缓缓摇。平稳下，要记牢。哇哦，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玩跷跷板的时候要跟好朋友面对面坐好，玩跷跷板的时候要双手抓紧扶手，等跷跷板放平稳的时候再下来。我是道哥，还有我，我是摩尔。再见，再见，再见。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
噜咕噜，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溜溜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好的，玲玲，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好的，玲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好，我叫张林奇，我今年4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丽，我的梦想是长大了成为一个自信的警察。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骑马，对炸对炸对对炸。忘了，是的，凡是和我们联系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提供的精美礼物。当然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因为在里面啊有很多好玩的内容，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太棒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得。别记牢哦，北京市10003八信箱，第二天飞行，智慧树拉姆古董手，小古董手，邮政编码是10003，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快点来信吧。好的，小朋友们再见。